今天要把它变成两个按钮，那一样产生一个工作表，把它分开来好了。一个是，所以我刚刚也把它试，再把它做一下，你会看，在高的部分哦，公式就一串的了哈，所以这个请各位自行再练习一下。那如果我今天用那个截取，哈，这个截取长宽高，这个用资料剖析来做的话，那当然第一个你先彩排一下，第二个录制巨集。录制巨集的名称的话，也许我们叫做资料剖析好了，按确，资料剖析的巨集，我加一个巨集好了，那直接去资料剖，因为后面我们大概VBA 大概就比较困难，我们先做到这边好了，按确定，那再来一，游标先放在 B2，Ctrl Shift 向下，好，把这个范围圈起来，一般习惯是用快速键会比较好，因为如果你用选的话，它会录下来的东西比较多，Ctrl Shift 向下，再来的话做什么呢？做那个资料剖析，那把刚刚的动作再做过一遍哈，固定宽度，下一步，然后用点的，不过点的话特别是要点准哈，如果点歪了没关系，你可以再移动它。那这个可能要很精啊，歪了，OK 哦，好，那这个也是测试一下你那个手指头灵不灵活了哈，OK，下一步。再来的话呢，不会录此栏，这个也不会录，这个也不会录，哦，这个也不会录。它直接就切割，切割完之后啊，目标储存格呢改成 C2，按完成。然后要不要取代？要，OK，这叫完成了。那就开发人员把它停止一下，再来游标再点到外面哈，录制第二个，就是也许这个是清除好了哈，那我们再多一个清除，哦，一样的哈，反正跟之前练习一样。然后呢，一把这个范围选起来，好，二的话呢，当然我们就是再按 delete 键就好了。OK，delete 键之后的话呢，再把它停止。所以我们也录下来了两个句集哈。OK，再来一样呢，在旁边增加那个我们需要的这个两个按钮，一个是资料剖析，所以呢，把按钮加上去之后。然后再一个清除，所以清除的话，实际上也是按把它复制。我习惯是再贴上啊，两个按钮就会一样大。再把下面这个指定成清除，好，所以我做出来的效果就会是我们刚刚录下。我们来看一下，验收一下哈，这边到底能不能剖析？按下去，哎，这个时候呢，不过它会跳这个东西啊。您要取代目标储存格内容啊？有同学刚刚有问说，这明明没有东西啊，它为什么一直跳呢？哦，可不可以把它关掉呢？当然可以，怎么关呢？啊，待会再来看啊。按确定，投过来，清除，哎，这时候就清除掉了。那里面的话，可能第一个那个东西可不可以把它关掉？第一个，第二个的话呢，就是说如果我的资料变多了，你会发现哦。比如说再增加三个，然后呢，假设我再复制三个，那如果你没有做巨集的修改的话，会有个问题，资料剖析，它一样会剖析，哎，剖析下来了，哦，OK，清除，哎，清不是清除不 OK 了哈，OK，那刚刚我录制的时候是啊，因为我是 Ctrl Shift 向下，所以 Ctrl Shift 向下录制的话，基本上你也不用改写了。啊，因为它什么，Ctrl Shift 向下录制的时候有没有？它基本上也是会有追踪的功能。好，那如果说你是用选的，比如说 B2 一直往下选的话，那你就可能要需要改写了。好，改写，所以这个地方可能也是录制的技巧。好，如果你用选的，那它会是固定的范围；如果你用 Ctrl Shift 向下，它就会自动追踪。啊，自动追踪的话，你就不用改写。不过这里的话还是清除部分还是要改，因为清除部分我刚刚还是用选的，所以我们这个地方程式需要有两个地方需要改，一个是什么呢？哎，资料剖析，我希望不要跳这个，那怎么关掉？哦，第一个问题，第二个问题就是清除的时候呢，希望能够随着资料增加或减少去自动，这个我想前面我们做蛮多，我就一直强调说这个很重要，为什么？因为巨集它就是录下来的范围哈。除非你是用 Ctrl Shift 向下，但是有些地方没有办法用 Ctrl Shift 向下，你就必须要去改写，好，所以两个问题。那第一个问题的话，资料剖析，那我要怎么去把这个里面的那个功能，把它让它可以怎么样，关掉那个，是否取代那个目标储存格？
那特别注意哈，哎，这个跳出来的这个功能有没有？实际上呢哈，你要去想说，到底这个东西呢是由谁去管的？哦，那基本上我讲过了，在 Excel 里面哈，你可以透过物件去控制 Excel 里面的所有一切动作，包括这个东西。那这个东西的话呢哈，它叫做 alert。Alert 的话呢，那由谁管呢？就是由 Excel 嘛。Excel 那 Excel 这个整个大物件哦，它的英文名称叫 application。所以 application 里面的话呢，它有一个属性，这个属性的话呢，叫要不要启动这个 alert 的话，它的一个属性名称叫 displace alert。那 displace alert 你可以把它等于 false，就可以把它关掉了。所以它等于有点像一个开关，你可以要选择开。或者选择关都由你来决定。那可是这个叙述要怎么写哈？我们来看一下，基本上一，我们直接到哪里呢？到资料剖析这个地方的第一行，资料剖析下面哈。那我习惯按个 Tab 键。那你告诉他说，哎，你 Excel 这个物件，所以 Application 这个他自己打一下 Application 好。APP 吧，其实手机的 App 哈，就是这个单字 App 应用程式，application application 哈，OK，这是应用程式的英文单字。好，那第二个的话呢，就是你把它点一下啊。不过你怎么知道说你到底这个字有没有拼错了哈？其实很简单，如果你怎么样呢，把 application 呢点下去之后哈。假设说呢，你这个清单有跳出来的话，那恭喜你，你字应该是没拼错。啊，如果说你点下去发现奇怪，清单为什么没出现，那你就表示你字拼错了，就这样而已哈。那这个单字的话，application 点什么呢？要不要显示的话，就打一个 displace 啊。其实 displace 的认识不用全部拼啊，你打一个 di 大概就出来了。打一个 di 你会发现哦，其实这个清单里面会按照英文字母排列，那会自动跳出一个什么呢？Displace alert 啊，其实，在那个物件里面哈，基本上，刚刚同学问到了那个物件里面哈，基本上最主要就两个东西，一个就是呢里面的属性，属性的话呢，你会发现啊，前面有一个拿着一个手拿着一个文件叫属性，那另外还有一个什么呢？就是方法，方法的话，像我们之前有一个什么 select 有没有？range。B2 点 select 那个是一个动作的话，那个就是所谓的方法哈，所以在物件里面就两个东西。如果说方法的话哈，这个东西有没有？它是绿色的图示啊，大概有概念就可以了哈。那我们如果说那个属性，等于就是说呢，这个物件里面的相关状态，那里面的话 display select 哈，我们把它点两下，等于什么呢？等于 false。那你会发现啊，你打个等号有没有？它会跳出后面有一项有点像开关，true 的话呢就是打开，false 的话就关闭。啊，我们理论上是不要那个东西嘛，哦，所以你就把它 false 掉就可以了。好，哦，啊，这样的话呢，基本上我们来看一下，你把它点下去，刚刚会跳一个什么 alert 对不对？现在会不会跳呢？哎，有没有发现那个 alert 哦就关掉了，好，哦。不过呢，特别注意哦，那个 alert 哈，你如果把它关掉之后哈，你要记得再把它打开，不然的话哈，有一些地方需要打开那个 alert 的地方，再也不打开了。什么地方哦？像是不是这边类似像 link？哎，这个还是会跳。有一些地方如果那个 alert 哦，你如果没有把它再打开的话，那它就会没有跳那个东西。所以记得哈，最后呢，程式里面呢，记得在开头加一个等于 false，对不对？关掉。那请你在最下面一行 end sub 上面呢，再加一行，加什么呢？记得再把它打开。那打开怎么打开？一样嘛哈，application display，把它复制贴过来，再等于什么呢？等于 true。意思就是说我在那个地方先帮我关掉，不要显示。可是最后我要让它恢复正常啊，不然有时候以后呢，其他地方要跳，哎，奇怪，哎，奇怪，怎么那个东西就不跳了？哎，因为你把它关掉了哈。所以如果你要关，很简单，就是 displace alert 等于 false，这样就 OK 了。
这个是第一个改进哦，所以在我们讲义里面呢，也有这一行，应该在讲义里面的41页吧，哈，这边就有一个关闭哈，跟那个追踪最下面一行，哦，那这个其实也不用特别去背啦，这个用到的机会还蛮大的，因为我们常常会遇到就是会一直跳那个东西，那你就觉得说这个很讨厌哦，那你就希望把它关掉。再来的话呢，追踪。我们刚刚一样哦，清除的部分呢，哎，所以像你会发现，好像 range 也是一个物件嘛，你能把它点下去有没有？点它一样会有什么呢？会有这些绿色的就方法，然后呢，一只手拿着一个东西就叫属性，那，啊，你大概有概念就可以，因为这些这么多哦，不见得每一个都会被用到，但是至少你瞄一下啦，以后如果你想刚好哎这个。属性或这个方法，你刚好会用到，那你就拿来使用。啊，你想说老师，那这么多，我怎么全部学？我怎么知道？很简单嘛，你按 F1 不就好了？我们刚刚不是还讲嘛，如果你要用哪一个，比如说你 Slate 好了，这个你不知道的没关系，游标放在 Slate 上面按一个 F1，它也会怎么样？帮你去载入那相关的说明啊，有没有？这边有个 Slate 的方法，它这边有相关说明啊。OK，那意思什么什么的，反正这个大概知道一下。好，那主要是这个八，我们现在的范围哈，它只固定到第八列，下面的不会做啊，所以有一样的方法，一样怎么样呢？在这上面哈，打一个很重要那一行，R 等于什么呢？Range。那追踪的话呢，特别注意，我们从 A2 追踪。那刚刚有同学问到说，老师，那如果中间如果我中间断开的话哈？如果你这中间有断开的话，特别注意哦，你就不能够用这一 A 栏当成追踪的依据哦。为什么？因为你 Ctrl 向下，它会怎么样呢？它会停在4了。那所谓的 end 哈，指 range 指的是连续的范围哦。那所谓的连续范围，就是你中间如果断开的话，那就不是一个连续的范围。那不是连续范围呢，它就无法追踪到你要追踪的位置。所以如果你要追踪的话，你一定要找一个。那一栏一定是要有资料的，好，你不能说你中间会有空的啊，那空的它就停在那个空的那个位置的下面，那就追踪不到啊。所以通常我们设定要追踪的那一栏，通常是什么？一定是那个资料里面一定是 key 啦，比如说编号有没有？key 的话呢，一定要有资料，好，里面不会是空的，那才不会有错误啊。所以以这一题来看的话。我们一样呢，从这边哦向下追踪，R 等于什么呢？我们的 range，从那个 range 的 A2 去向下追踪，所以这边打一个 range 哦，那这个慢慢要熟悉了，可能刚开始还是会打错字啊，像常常同学就是什么 range，少打一个什么一啦或者什么的哈，然后什么时候知道打错字？那你会发现我打字一定打小写，一开如果第一个字没变大写的话。那表示你是打错了，哦，有一些小的技巧的哈，点下去也会这样。如果你点下去，假设没出现，那表示你打错了。End，哦，然后空一格，前刮弧，然后向下追踪，点 row，哦，OK，这样的话，然后再把什么呢？把这个八哈改成什么呢？改成 end r 就可以了。End 串接一个 dr 列，哦，追踪到的。那这样的话呢，以后。清除就会清除到我要的，哎，有没有？这个时候资料剖析，哦，这样就完成了。所以基本上呢，这一题哦，大概就改进两个地方。第一个，我要把那个显示的那个小视窗哦关闭，哦，所以把 display 的那属性哦等于 false 啊，记得把它关之后，最后记得打开，因为没打开可能会产生错误。另外清除的话，让它向下追踪。好，清除到最下面。那，啊，当然这一题其实还可以再延伸的，比如说这个框线有没有？这个下面没有嘛？啊，如果说你将来希望也画框线哈，像相关格式啊，或这个后面我还会再讲如何，因为你将来输出报表之前可能要自动，最好是什么？自动框线都全部画好，一键按出去就自动完成，全部都搞定的话，哇，那会非常的感觉很有。成就感。不过哈，我们按部就班，后面还会再讲到如何针对那个框线部分自动去绘制哈。这个后面在下一个单元哈，那个
就是逻辑函数部分哈，会再提到。好，这个部分的话，我想各位先试一下。刚刚两个重点，一个是不要跳出那一个 displace len 哈，另外的话呢，让这个清除呢也能够追踪到最下面。好，试一下哈。那这一题的 VBA 我觉得太复杂了，也许我们这个部分的话就先打住了，然后。当然，如果程度比较好的同学哈，后面可以自行再延伸，也许可以把这个句集再拖拉一个，哦，自己可以怎么样打一个 VBA，哦，然后呢可以自行再延伸，也是 OK 的。可是这一题的话，如果你自定函数哈，因为自定函数一次只能 return 一个哦，所以长宽高不可能三个一起，所以你可能function 可能要写三个。一个是长，一个是宽，一个是高，因为它 return 只会 return 一个，好，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呢，大概可以试一下，好，然后 VBA 的话呢，当然你可以三个写完之后全部一次执行是可以啦，哦，也是跟类似像那个用资料剖析的效果差不多，啊，不过这个部分我想是延伸的这个练习题，然后。假设你这个资料剖析部分做完之后，可以再试一下哦。